好，再来看到这样的考卷，真的是让老师看了是哭笑不得哎。来看大考中心呢，昨天召开会议讨论学测学生违规的处理方式，而这违规是有多哭怂呢？我们看到有考生哦，他竟然在英文科的答案纸上画了四个漫画，在旁边写着就真的英文很破，我也不愿意用呢。还有其他像是末日快乐等等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醒来只剩下五分钟，都是本年度这个非常哭怂答案。另外学生呢还把这个考卷哦当成了图画纸，画了一整面的龙年行大运，但是呢依照考试的规定都要被扣一几分。